作者张军，由有声熊猫为您播讲。第66集，圣意难测。上回说到，广西剿匪军情形势严峻，洪秀全本已聚集在永安城半年，而塞尚阿和广西提督向荣却决定三面围堵，网开一面，趁逆匪出逃中歼灭。江中元的担心很快得到证实，就在二月，太平军从永安突围而出，总兵常瑞等四人阵亡，洪秀全等率军向省城桂林进犯，向荣率领官兵只不过尾随其后疲于奔命，后悔已经迟了。此时的桂林兵力空虚，都统乌兰泰力战阵亡，塞尚阿慌了手脚，急调各路人马保卫桂林。江中元原来在乌兰泰幕府参赞军机，见桂林形势危急，将团练交给弟弟跟随官兵作战，自己赶往新宁，募集1000团练，号称楚勇，马不停蹄赶赴桂林驻脚。这时的曾国藩正在咸丰皇帝身边，见先帝的地宫工程完成，精心安排祭奠大典，仪式庄严隆重。祭奠大典后，随咸丰皇帝的銮驾回到京师，恰好广西方面的600里加急军情警报送到兵部，兵部堂官不敢怠慢，立刻入宫奏报咸丰皇帝。3月11日，咸丰皇帝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和六部尚书侍郎入宫。曾国藩刚回家，还没来得及坐下歇息，见宫中来人通知，立即赶往军机处。咸丰皇帝扫视众臣一眼，脸颊的肌肉绷紧，恨恨地说：广西逆匪作乱，朕令向荣为广西总督，广西巡抚周天爵筹办粮饷，还调云贵陕西陆营前往广西会剿，李兴元为钦差专办军务，令他们可期剿灭。可想不到向荣与周天爵相互指责，李兴元不能协调病死军中，朕再派塞尚阿为钦差坐镇桂林，邹明鹤为广西巡抚筹办军饷，指挥各路兵马克期进剿。他们竟然让洪秀全突围，乌兰泰阵亡，朝廷高官厚禄竟养了这么一群饭桶，向荣与塞尚阿辜负朕恩，你们说该怎么惩办？咸丰盛怒，尖利的声音震得大臣们心头乱跳，他们也真想不到洪秀全一个落地秀才竟然会形成这么大的气候，搅得整个广西大乱。当初塞尚阿奉旨出京，信誓旦旦要进剿广西太平军，将洪秀全建押进京，斩首示众，以正国法，其声言犹在耳，如今却落得不易处分的结果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。他们不敢替塞尚阿叫屈，希望别人呢出头求情。长长的沉默让咸丰皇帝很生气，他厉声说：你们一个个平时口若悬河，怎么这时候都不吭声？难道你们觉得向荣和塞尚阿不该承办？皇上说到这个份上，军机大臣舒兴阿不能再沉默了，只得硬着头皮说：回皇上的话，向荣和塞尚阿辜负皇上，当然应该承办。臣以为临阵易将自古乃兵家大忌，以一切以广西军情为重，国家用人之际，向荣虽然有罪，毕竟久经战阵，经验丰富，一时无人能替换，宜将其降职处分，让其戴罪立功。臣愚见请皇上圣裁。说得有理，咸丰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只得点点头。那么塞尚阿怎么处分？舒兴阿见皇上采纳了自己的建议，兴奋的脸上发光，立刻又说：回皇上，塞尚阿忠心耿耿，是以先帝倚重，两次出任钦差，办事勤勉，颇有建树。广西逆匪逃逸，塞尚阿难辞其咎，
但他正在和向荣率军追击逆军，已从轻发落，仍领钦差督办广西军务。舒大人老成谋国，臣附议赞同。臣赞同舒大人建议。舒兴阿的话音刚落，大殿里响起一片赞同声。先锋正在沉吟怎么从轻发落，曾国藩忽然出班上奏：臣曾国藩启奏皇上，舒大人所说不妥，臣不敢苟同。舒兴阿恼怒地看着曾国藩，上次在刑部三法司会审琦善的时候，自己一班人精心策划，拟定出叫萨营阿随行的四个司员与琦善对峙，威逼四人改口的妙计，够得上天衣无缝了。想不到曾国藩横生枝节，一番话冠冕堂皇，刑部尚书恒春竟然无从辩驳，琦善终于被革职戍边。今天他竟然站出来当面反对自己，真是可恶啊！只是当着皇上，他不能发作。咸丰见曾国藩站出来，只得说：曾国藩，你说舒兴阿说的不妥，是什么道理？曾国藩从容不迫，回皇上的话：臣以为三军失利，罪在将帅。当年诸葛亮出师伐魏，参军马谡丢失街亭要地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上表自贬三级请罪，值得效法。塞尚阿身为钦差，向荣身为主将，逆匪聚集于永安，正是围歼的良机。他们调度无方，坐失良机，以致逆匪逃窜，理应革职，交刑部查办。罪名一重，不能比照成立，方能督促将士用命。刑部尚书恒春后悔当初没能驳斥曾国藩，以致琦善被革职，唯恐皇上又要听曾国藩的严办塞尚阿，忙说：皇上，臣以为曾国藩巧言令色，自相矛盾。先前臣等奉旨会审琦善，臣曾提议传讯萨营阿所带查办司员与琦善对峙，曾国藩反对，说司员是奉旨查办，乃职责本分，从来没有传讯查办司员与犯官对峙的道理。若他们因此遭罚，将来大员犯罪，谁敢出面查办？臣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，就没有叫查办司员与琦善对峙了。臣以为塞尚阿大人奉旨任钦差，赴广西督师剿匪，乃职责所在。逆匪猖獗，塞尚阿固然难辞其咎，若因此将其革职从严查办，臣敢问曾国藩，日后谁敢再任钦差督师剿匪？曾国藩没想到恒春竟然用自己说的话反驳自己，他一向反应迟钝，虽文章隐喻京师，却都是反复斟酌出来的，今天当庭辩论，一时半刻想不出驳斥恒春的说辞，怔怔的呆了。眼看恒春占了上风，舒兴阿赶忙声援：皇上，恒大人所说属实，当时曾国藩的确是这么说的。臣以为军情瞬息万变，国家用人之际，将塞尚阿革职查办容易，另委钦差赴广西督师剿匪难呐。曾国藩纸上谈兵，不合实情，请皇上明察。咸丰皇帝虽然年轻，却懂得驾驭群臣之道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分而治之，强势的及时敲打，弱势的适当扶持，避免大臣结党导致大权旁落的局面。只有这样，朝中大臣才能俯首听命。他看看舒兴阿，再看看曾国藩，断然说：曾国藩迂腐不通，还是舒兴阿所说有理。塞尚阿指挥失当，降一级处分，仍领钦差衔督师剿匪，向荣降三级处分，让其将功折罪。皇上圣明，臣等遵旨。舒兴阿等人赶紧叩头，曾国藩也只得下跪叩头。退朝时，大臣争相跟舒兴阿与恒春拱手，
称赞两人老成谋国，实乃百官表率。两人洋洋得意地说，国家多事之秋，我等理应保全忠良，不能自毁长城，让前方将帅寒心呢。曾国藩当然明白，他们这是指桑骂槐，把自己说成自毁长城的罪人，心里气愤，却又无可奈何。3月30日，欧阳夫人又生下一个女儿，曾国藩给取名季芬。恰逢夫人的哥哥欧阳秉权来到京师，曾国藩十分高兴。正在这时，山东暴雨成灾，饥民流离失所。礼部尚书帝师杜寿田自请前往山东老家赈灾，病死在任所。咸丰皇帝十分难过，谥号文正。直隶京畿一带却连月不雨，旱情严重，民心浮动。咸丰觉得广西逆匪猖獗严重，如今又山东水灾，直隶京畿旱灾严重，人心不稳，只得一边派人赈灾，一边下诏求直言，让群臣献计献策。这样的进言奏书，曾国藩写得多了，懒得再写空头奏书。内阁学士盛宝有满人才子之称，却慷慨上书，其中说，广西贼势猖獗，广东湖南皆可忧，塞上阿督师无功，请明赏罚以明纲纪，何绝不治河源之罪，行清道风日赤，应以赤法以肃典藏，陈功奏折多留中，恐资留弊，一切事物诸批多而欲执少，市井细民实获私益圣德。圣宝的奏书跟曾国藩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简直是一个调子。当然，圣宝的奏书远远没有曾国藩深刻。然而，圣宝是满人，他胆子大，比曾国藩说的更锋芒毕露。咸丰看了大怒，派权臣传问圣宝。此时，圣宝不得不承认言语失检，听凭朝廷处分。曾国藩佩服圣宝的胆量，觉得圣宝跟肃顺有几分相似，算得上满人中敢于任事的官员，于是上奏说，圣宝言语失检，自当处分，臣恳请皇上从宽处理，以广言路。咸丰皇帝刚见识过曾国藩将塞上阿革职查办的谏言，如今见他居然建议对满官圣宝从宽处理，不由得几分诧异。仔细一想，曾国藩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便说，朕下诏求直言，断不会因圣宝言语失检阻塞言路，着圣宝降三级，仍领内阁学士衔留用。能得到这样的结果，曾国藩为圣宝庆幸，也为自己的进言得到采纳而欣慰。然而朝中官员并没有因他替圣宝求情而对他谅解，反而说他虚伪，更有人说他包藏祸心，退朝的时候都不屑跟他一块走，这让曾国藩非常苦恼，皮癣渐渐发作。欧阳夫人见他皮癣发作，连忙找出邹默林给开的皮癣药方，让经期去药铺抓药回来，亲自给他熬药喝。对邹默林的药方，曾国藩还是信得过的，坐在书房慢慢喝药。欧阳夫人坐到他身边，老爷，我记得你身上的皮癣不是随便发作的，大发作一次，皇上就会给你大升，现在发作，兴许皇上又会给你升官。荒唐，我身心难受，你倒想着升官，真是愚昧。这样的话曾国藩听过多次，自己也觉得母亲说的没错，自己就是那巨蟒转世，皮癣发作是蜕皮，蜕一次皮就会长一圈，皇上就会给自己升官。先皇两次给自己连升四级，那就是验证。然而先皇驾崩，穆彰阿被革职，一切成为历史。咸丰皇帝虽然给自己升过三级，让兼署五部侍郎衔，但那都只是出力而没有实权的空衔，简直一文不值。自从弹劾齐尚和塞尚阿以后，
得罪了一大批权贵，自己几乎成了京师官场只吃的另类。不少人背地里肆意诋毁，甚至一些朋友也不再登门，让他觉得前景暗淡。当然，他不愿跟妻儿说，只在给挚友刘荣的书信中诉说自己的苦闷。月息试用银以及千万两而无阙号，户部日渐支出，内库亦仅余600万，时事多艰，无策以补救万一，实可惭愧。明年拟告归，以避失位素餐之咎。夫人知道他的脾气，默默走出去。曾国藩长长一叹，思考什么时候回老家去。感谢您收听由有声熊猫为您播讲的《曾国藩传》，本集播讲完毕。